很脏哎，又很粗大，都可以种绿豆了啦。哇，真的好白哦，皮肤变得好好，整个脸也变得好清爽哦。哇，效果很明显哎，你的毛孔都变小了。Wondering if thousands of miles away, the sky is just as blue. 皮肤怎么粗糙？有吗？你跟你说拍婚纱前好好保养吗？你看你毛孔很脏哎，又很粗大，都可以种绿豆了啦！真的很夸张哎。啊，那 baby 现在该怎么办？啊，这什么？就是去角质泡泡木沙。哇，好绵密哦。对啊，而且它质地是慕斯的，很温和，也不太会伤肌肤，还蛮舒服的，而且还蛮香的。哇，你平常到底在去角质啊？我才搓没几下哎，超多黑色屑屑的。可是我平常都有在洗脸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洗脸呢，只是把皮肤表面洗干净。去角质可以帮你做深层清洁，这瓶里面有天然的竹炭，可以吸附你多余的油脂和脏污，就是这种黑色屑屑哦。像你啊，可以着重在这种毛孔粗大又容易出油的地方啊。你自己看啊。哇塞，这真的是从我脸上搓出来的吗？好啦，先洗掉了啦。哇，真的好白哦，整个毛孔变细致，也不粗糙，皮肤变得好好，整个脸也变得好清爽哦。哇，好滑哦。好啊。Rainy days don't seem so wet. Stormy nights don't stay. From the moment